怎么样，多不多？多。西红柿是我的最爱，这个就洗了。这个得洗啊，这上面有好多那个农药的残留嘞。好，我去接点水。妈，嗯，这感觉洗不干净了。洗不净？那用那个果蔬机泡一泡吧，泡一泡再洗，好吧？妹妹帮姐姐拿出来，乖，在下面呢。要开机吗？在这儿开机，乖。使劲儿，嗯，对，好，放进去泡一泡就行了。没过水就行了。好，不管它，它泡一会儿就行了。就把里面的，你看，看到没？里面的脏东西瞬间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就不用洗，它自动就清洗了。好脏，看，好脏呀！我的妈呀！好了，可以了。好了。嗯，好了。看，把你俩急的，哎呀，着急着吃呢。关机就行了。好，放一边就行了。妹妹在干嘛？妹妹。看。小手手是不是？你姐姐洗完了，咱们就开始做。好的。哎。没事，这边的已经冲好了，这个再冲。我最喜欢吃的是橘子和小西红柿。小西红柿。对。咱们用咱们的那个小电锅弄吧。好呀。现在开始炒糖是吧？嗯，可别火到锅上了。炒了半天才知道要加水，啊，已经很粘稠了呀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吃。好吃。妹妹在干嘛？妹妹在偷吃。让我看看。我就是馋个甜不甜。甜不甜？甜。又整的小橘子是不是？嗯。来，让我们看一下，拿起来。拿起来都看不见。哇塞，这么多。我去算算糖，对，搅拌一下糖。两个人分工明确呀，就整这么多能吃完吗？能。给姥姥带几串，再给妹妹带。我们试一下它会不会凝固。我摸一下。不要碰，你会碰这个，不要碰这个。对。我摸一下嘛，让我摸一下。别碰这个，碰这个。碰这个。那你摸一下，它会粘不粘？我试一下。哦，凝固了，看这就小的凝固。妈，你看，太漂亮，哇，好漂亮，太漂亮了！做了一个糖珠子，是吧？对，再给它弄一般，再安上去就好看。你安哪儿了你啊？真是瞎整在那儿。真好看，像美瞳一样。给我戴上，给我戴上。你姐傻了。好看哦。开始粘糖啦！终于弄关，不用。小心一点哦。那这些放上。哎，给我小心。小心哦。这是啥？我刚才它就凝固了。啊，上错了，上错了。我们看看他俩做成啥了。我想问，啊，妈妈，这是糖葫芦吗？烫着手了。妈，这水太少了。就那样吧。妹妹都做成啥了？好了，大冰球的呀，看这多好，这才是正宗的冰糖葫芦，刚才弄了四个啥？就是不，番茄一会儿直接后面弄成那个，你要想吃这个，青芒好吃不？好吃。小橘子贼好吃，贼好吃，自己做的就是好吃哈。妈，哎，拉丝了，你看这个拉丝了。啊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妈妈，不要动。那你也去弄一块，去拿个勺子弄。好嘞。像不像正宗的，像不像专业的？火关了，一会儿又起沙了，我告诉你。这俩人是玩的不亦乐乎呀，好玩不，青宝？好玩。